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五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永照众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众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众尊，阿舍利尊念五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照众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众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众尊，阿舍利尊念五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照众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众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96页，496页，倒算第四行，对第二句看起啊，对第二句啊。往生论文，远离我心，贪着自心；远离无安众生心，远离供养恭敬自心心。对这来看起啊，那是这个话语。我有去访问了日本、法国、英国啊，伫日本讲经半个月，讲的都是《无量寿经》第六品，四十八愿。在法国参加一年的维赛节的活动，啊，苏里兰卡主办的，也有给我十几小时，我有真多报告，也都受到听众因的欢迎，真正成功。啊，英国访问八天，啊，真有成就。啊，咱这个汉学院的高尚，得到了学术界认同，而且佫非常有意思，要跟咱合作。我伫咧谈话当中。啊，即个伫佛法内面讲，佛法的正业是讲经教学。啊，即个咱像都是啊，不务正业，啊，唔过伫正业有帮助。啊，我希望佛法甲传统文化，将来是做个愈做愈好，确确实实帮助社会化解冲突，啊，帮助世界啊促进安定和平。那，啊，只有伫个安定和谐的社会，传统文化才会当复兴，
大神教学才会当发扬光大。啊，今仔日咱刷落来，学习这段经文，第三十一愿，不贪计心愿。经文欲起想念，贪计心者不处正觉。经文虽然无长，意义也真深。啊，有福，当福不得力。原因伫倒位？无甲心放下。修行中法门，这个心无放下，敢袂用力呢？咱昨下晡学习了资料法师的报告，伊完全用的就是印光大师文抄，甲咱讲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啊，无甲心放下，念念拢为着这心咧想。啊，心固然是重要啊，唔通去排伫第一的，排伫第一伊个障碍着咱的往生。啊，咱修一生的正业，念一生的佛，将来要去倒位去呢？人天两道啊，修较好的呢，就讲累积大诶。也有盖天呐、啊！啊，一般普通的呢，啊，一个月来到人间呐、啊，人间真辛苦啊，不过是几十年年呀，啊，活到一百岁人无多啊，啊，咱这一生就这么多年的苦。希望讲来生，干咩要受苦呢？这个当代就是大事啊！来认真地去思维啊！好好啊，去想看卖。这阵跟咱介绍叫做世界。究竟落啊！你敢会当去呢？会当去啊！啊，把身体放在第二位，把念佛放在第一位，啊，你就会当去啊！啊，所以绝对唔通把自身摆在人生的第一位，错好了。大家拢知影，修行伊是按怎种着初果呢？既然遐放下了，这才会种着初果。那种着初果向了，也都是咱呐、啊。净土中所讲的功夫成片咯，决定得往生啊！啊，功夫成片的人一定会看到佛，阿弥陀佛的现身，互你看。来跟你做证明，来安慰你啊！啊，就是跟你讲，极乐世界已经有你的名了。七宝莲池有一朵莲花是你的，
阿弥陀刚登来对，有一个座位是你的。莲花飘名，经常有。座位有你的名，经常无讲起。我想象当中肯定是有名的，你的座位未乱坐，有特殊的，有特殊都有名。啊，现在名呢，啊是一个空的底下，咱阿未去啊。如果咱那是家，这个念佛的这桩代志摆伫第二，时间慢慢久了，这个、名都无去了，啊，都真可惜了。啊，念佛的人总爱知影讲生死时代啊。啊，知影这代志，功夫才会得力啊。无论是安怎，拢会把身体摆伫第二位，佛号唔通间断啦。口头会使简短，心内都无简短。一句煞一句啊，心内无断啊。啊，伊显和尚，甲咱做上介好的榜样。啊，因书接来对讲了四个人，海贤的老母。耶稣的海庆法师，要一个老爹和尚，啊，介伊嘛是东西代，要因靠什么成就呢？一句啊，佛号。无经嘛无咒啊！啊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都是啊啊，一句佛号不离心，心内也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都拢无。啊，就是讲什么拢未藏伫咧心内，爱甲阿弥陀佛藏伫心内。咱就会决定成功，这是大事啊！其他都嘛是假啊！这海贤老和尚的话啊，啊，咱今下哩看《红贤论》顶面的这段话，远离，远离是放下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贪，贪着自心，啊，非常欢喜家己的身体，非常爱惜家己的身体，啊，惊伊身体受到委屈了，这是第一个意思，都爱放下。啊，都家有讲咯，苏德完，我种见血都拢放下了。第一个就这个心见，第二个偏见，偏见啊，都是咱今仔日讲的对立，相对的。我甲人对立，我甲事对立，我甲一切物对立，都是有主有他。这个心障碍，障碍啊，障碍咱往生。
啊，那无对立呢？无对立就是有一个概念出来了。我甲一切众生同体，一体，真正是一体。你看《六祖坛经》，灵台师最后一句话甲咱讲：好气诸性，人性万法啦、啊。这个万法是什么呢？是宇宙。宇宙包括啊，我的身体。啊，你那个这句真正了解了，你会开悟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搞有什么关系啊？一体啊！一体都无对立吧？啊，苏德完是证到一体咯。也有什么无生活？一体的道理明白咯。无用的一体啊，所以叫修行。啥人用的？菩萨用的咯。阿罗汉也无用的，阿罗汉加辟支佛知影是远离咯，放下咯，也唔过也是无用的。菩萨用力咯，啊，第三种、第四种，见出见，盖出见，咱啊，中国人甲伊合起来叫做圣见，啊，无人圣见真深。这个圣见，就是今天咱搁换一句话来讲，主观的观念，自以为是。呀、啊，该主见是啊，因相的圣见，讲因果；见主见是故相的圣见。那为什么放下？不是经常讲啊，真好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定。经常佫讲咯，凡所想皆是浮梦，浮梦爱放下。阿弥陀是真实的，啊！你看啊，贤公啊，老和尚讲还是外土的，劝人啊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啊，是大事，其他拢嘛是假啊！啊，咱的见思烦恼拢嘛是假。啊，记得应该爱放下，能接着，安接着啊！啊，不要一个邪见，错误的见解，这边怎放下呢？这要读佛经啊，啊，读醉了，读久了，自然明白了。啊，自然每个这些物件，放在心内，按这丢，这都是啊，对家己，下面是讲啊，帮助众生，远离呀，无安众生心。那、啊、这个就是公告咱现在社会非常适当啊！现在这个社会人心不安啊，
普遍存在着富利不乐，拥有真多的这些财富，伊袂快乐，归利不安，地位真高，伊无安全感。今仔日社会普遍的现象啊，因为什么不安？啊，最明显的，咱看到社会动乱、犯罪率非常高啊。论上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，完全放弃了。也一个世纪以前，也阁有民国初年。就是伫个战争混乱当中，即个旧个道德概念拢也有，我亲眼看到的。离战了后，海陆科学技术都会变进，社会动乱愈来也愈频繁咯。要去倒位去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呢？找无啊！人甲人烧钱啊，唔让啊！啊，造成地球上的灾难啊，非常频繁啊！我这次在巴黎联合国会议，我是小型会议，十几二十位大使，我这印度会议在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大厅，平常是休困的所在，阮就伫遐来交流。啊，教廷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神父，啊，伊是教廷驻联合国的大使。高孩子斗阵，都坐伫我斗手柄，来伊发表谈话，有一句话我感觉非常记得啦。伊也甲阮大家讲，整个地球当然的公园，拢是无知啊，这意思好啊。动乱的根源是什么？是无知啊！啊，无知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痴啊，贪嗔痴。啊，因为无知，你才有贪婪，才有嗔恚。才有五班，那所以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目的是什么？那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目的呢，都是同款的，令众生离苦得乐。
啊，靠对都未来，无地来啊。有地回伊就未靠咯，为什么伊未做错事啊？未去做歹事啊？啊，无论伫什么环境内，都会心安理得。啊，所以如何得落是故啊，故必有因啊。啊，因就是迷我，迄、那个迷咧啊，就是无知啊。但我就是明白咯。啊，所以佛陀的教学理念。就是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迷破咯，伊就离苦咯；啊，开悟咯，伊就得乐咯。用什么手段？用教育啊！啊，所以去听摩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，49年无一天的中断的啊！这是如来的正业啊！啊，所以我讲，咱这个月离开这个小演播室，啊，咱不无正业啊！啊，但是呢，这代志跟正业是有密切关系，未当无顾啊！嘛，拢爱照顾着啊！啊，联合国这诶大使因来交流，甲佛法介绍好因啦。啊，特别是宗教联谊，啊，咱利用这个场合，啊，天主教教廷啊，真特殊，伊嘛是。一个国家，哎呀，所以神父是因的代表，伊是主联合国大使，其他宗教拢无。宗教的教育，咱来特别的重视啊。咱来较少去交流，啊，终极目标希望是全世界宗教回归教育，互相学习，啊，甲救苦救难这个代志，咱认真承担落来。利用宗教教学，宗教教学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佛教如是，其他宗教嘛如是，好啊！啊，有人发起在英国起一个大道场啊，大道场啊，就是世界啊宗教活动的场所啊。啊，我听着真欢喜啊！但是呢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啊。啊，我伫澳洲嘛有试验伫咧做啊，规划真水，是一个城市，多伦巴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有10几个宗教。现在团结的做会咯，啊，这个团结是用了13年嘞，13年的交往啊，变成朋友咯，那彼此拢了解了，那拢一定听到会认知啊，
啊，英国是要办这个好啊，规模大，全世界无军队啊，真困难啊。你看这个，我这个小城十几个宗教，十三年级的这个军交朋友咯。现在啊，大家团结起来咯，真正是团结啦。那所以我建立一个活动中心，就是一个大道场，和十几个宗教大家做伙来活动。啊，我伫英国真正是感觉意外，因为这种的想法，去这么大的道场，那规模太大了。啊，我倒转来看咱个太水了，但是咱有把握做成功。啊，伊是毋是会做成功啊？啊，都来看以后要安怎做啊？啊，有这个，我去有这个意念好啊，是好大个事啊，这是智慧。啊，我家己的经验是对水慢慢做到大，军啊军情敌国，这会堪你考验吗？也未堪你考验，真好成功啊！总的言之，你安怎这堪未起呢？放下啊，不贪计心，才做会到啊！啊，公司要有我，要有我的名门利用，啊，要有我的厉害的来对，就真有成就了。每一个人拢是为着我咧想。不为着团体想啊，不为着众生想，这真困难咯。啊，那真正做个真如法会成功啊？为什么？每一个宗教。拢是有爱，为核心价值观，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啊，咱那是讲拢用上帝的爱心，神的爱心会做甲非常好啊。啊！人讲只爱家己，爱家己的宗教，甲别人对立，这代志之中有办就好咯。啊，所以必须爱伫经教顶面来啊，扎根。每一个宗教经典拢嘛是好的，我甲因建议。大圣在一年当中，对因的经典顶面揭露360段，最重要的经文，也学习宗教的，必须把360背熟悉、念熟。为什么？时时刻刻关照家己的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甲经常所讲的有相应，还是无相应？啊，这个宗教大团结会有真大成就，啊，真正带予世界安定啊和谐。那讲要为家己想，为我家己的宗教想。
啊，总是我的宗教第一，别人比我差一点，这个袂用你啊。这真好做个成功，也唔是讲做袂成功，想法是正确的，爱小心，爱扎根啊。大生真正第一步，接落360。啊，然后先读360，世工360，改工头啊！啊，唔那有家己的，嘛有别人的，宗教甲宗教之间的矛盾都抛开咯。所以我伫这个场合当中提出，众神是一体，宗教是一家啊。也简单来讲，神是一体，教是一家啊，这八字啊。啊，这是我送予宗教团体。啊，真正到神是一体，教是一家，问题解决了。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出现千年盛世，永远都未搁再有战争了。啊，所以要安怎让众生心呢？现在众生心不安，啊，不安众生心就来远离啊。咱爱有安众生心，啊，下面呢，远离供养恭敬自信心。那这是远离穷养穷尽家己，家己爱谦虚呀，爱忍让啊。那人个人在当长久相处，啊，那是讲只求把人恭敬我，只求把人恭敬我，这个未孤单的啊！啊，每一个人拢存这款心，都未小娘啊，拢变成什么？现在西方人所讲的竞争、斗争，也过升级的都是战争。啊，所以穷养穷尽来远离，释迦牟尼佛做个真彻底，穷养呢只有四种。每天出去突破，你去穷苦一半饭，这个已接受。啊，三呢？哇，顺咯，未当清咯，穷养一件衫可以会用的。啊，要困呢，可以一件被单。暗时人铺在涂骹，何故？在破病的时阵接受供养医药，其他拢未接受啊。
用用限制真严吗？啊，现在用用真多啊。过去台湾的佛弟子用用罪，也现在大陆的佛弟子用用嘛未少，这边安怎呢？用用唔修是错误，你来种福田呢？你唔可以正福，是啊，应该修。修了后，你要帮助伊修福啊。这点真重要啊！啊，印光大师接受四种供养，只做一项代志，印经。印善书，也伊家己创一个印刷厂，伫苏州布国寺，现在还佫伫咧。啊，注意若去迄边会当去看着。然后我学好出家了后，学印光法师。啊！十方供养我，拢总提来印经。细批经真多，大批就是大藏经。啊，咱印上大藏经，才有计八千套啊！啊，咱的目标希望达到一万套。啊，另外呢，现在斯里兰卡去佛教大学，啊，我甲四种佛法供养，帮助伊建学校。这是真正福田啊！啊，除了佛教大学、宗教大学，要有办啊传统啊文化的学校，目的呢是要培养汉学家，也都是我的重要对象，也培养学生，将来要创什么呢？给中国的四科专书、四科会要有能力阅读，有能力讲解。那伊那是伫内底出一种两种，一门深入，将来拢嘛是汉学家。那中国汉学就会当复兴，爱知影。汉唐盛世是文化造成的啊，不是政治，也不是武力，也不是经济贸易，也不是科学技术，文化造成的。啊，咱希望讲汉唐盛世会当搁再出现伫这地球上，而且不是局部、全球性的。这汉学家，汉学家若多咯，有几百人、几千人，那就成功咯。啊，我这摆去英国，嘛就想要看这个，因为英国政府啊，连全国学校，对呀、啊，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拢总都爱学中文。这是好环境啊！我总来看卖，学中文好啊，学中国古文都上介好。
啊，我去那边呢，就是讲希望讲因对中国古文、古体文学、哲学这些顶面哎特别留意呀、啊，提醒一下呀、啊。那这摆去访问真正成功。那伊问我，办汉学院的动机，办汉学院的目标、目的，我真简单甲伊讲，啊，真拄好，我住伫个马基斯因兜，后天来访问，马基斯客厅内底放一套啊，四库全书，一套回药啊。总共精装2000册，啊，校长当时都看到，我就问伊讲，这套书学校有无？伊讲无，我赶紧送伊啊。这书无问题啊，现在已经真多了。上好真多，即个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，即个书我相信未失传咯，即放心咯。进一步，啥人会去读？哪个无人读？啊，这大堆敢是废纸？这毫无意义啊！啊，所以必须来培养一批年轻的人。因啊有能力读，有能力讲解，甲伊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然后啊，看到伊伫组内底，伊教伊倒一种，上好一种、两种，唔通去想多，用十年、二十年的时间专攻。那伊到晚年就是啊，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咯，汉学才会当发扬光大啊，才会当啊形成整个地球，真像汉唐同款的形势，不是局部全球的形势啊。啊，我劝大家。现在中国的习主席在咧做，像第二领导 A， 希望真正落实到啊世界大同，这足有意义的，足有价值的啊！我啊这想法看法，这几个大学校长负责课程的。这些教授拢嘛同意啊，拢会当啊接受，而且真正希望大家来合作。我合作的英语啊，我这是一个专修班，啊，恁学校顶面啊，会当搁加两字实验，上剑桥大学，剑桥大学啊。汉学实验专修班啊，课程都是说文解字，这主修的啊，混过英文，这还是附带的里面呢。啊，教材呢，就是军事治疗、甲国学治疗，就这两种治疗。啊，学成了后，学校同意，我给因学位的这个啊证书。
就是会当摕到博士学位和博士和学士，好啊！啊，全世界拢承认咯。啊，这是我这摆访问英国的首相，好代志啊！我遮侪戏咯，做袂叮当咯，都要给少年人。我会当推荐你去啊！真正值得做啊！啊，有这认知，有这种共识，大家啊，做伙来发大菩提心，这行菩萨道啊，这真正是菩萨道啊！啊，所以自心真像释迦牟尼佛同款，我愿意把我的生活降到啊上界低，每天吃会饱，一个小都够了，用敬别人，家己谦虚。来成就这个事业，那你看，贪著、无安、穷养、穷敬，这三种法应该远离。为什么呢？种菩提啊，菩提就是觉。啊，不觉就是迷啊，就是无知啊，无知造成今仔日世界混乱，造成地球上的灾难。菩提心会当救，会当啊拯救。菩提心会当挽回。往圣论顶面讲，咱应该爱知影。该为贪执自心，即是执着；无安众生心，供养恭敬自心心。诸三者，该种菩提心，故应远离。本经以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为宗。若种菩提心，即不能往生。是故愿我若起相念，贪戒心者不出正觉。啊，这个经文是阿弥陀佛家己讲的。啊，所以这必须得爱啊，远离呀。那我都讲讲了，我在伦敦都得在选友，必须人人，诶，像这部经常所讲的，咱的愿望，在当实践，在落实。那是讲也有贪嗔痴慢。要有名门利用，要有个人，要有个人就袂当随顺别人，这代志就困难咯，真难呐、啊！啊，因要过来香港啊，来找我。啊，咱要真侪时间会当甲伊谈这问题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呢？这是啊，五毒啊！
啊，干掉着咱环境上的灾难，担心干掉水灾，尽快的干掉火灾、火山爆发。有次呢，刚来是洪灾，有班感应的都是地震，怀疑所感应的是山崩地陷，这咱嘛是有定定咧听到。山倒落来了，土就老了，大地忽然陷落去，你看这五项物件对居住环境的感应啊，咱也是不贪不嗔不痴，不过咱不怀疑，这五种的灾难都无去了，这地区未发生啊，这就是佛帮助咱离苦得乐的道理啊！啊，咱怎样对相信都未怀疑咯。啊，咱个继续看下面第十六章、二十四章的十六章、四十八愿的三十二愿，那都延伸愿。这样看经文，我做佛时，正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皆得金刚。那如延伸坚固之力，这种的经文里面，这有三愿，这种里面有三愿，这是第一愿，善我国者，善根无量。这是总说，但下面就具体讲出来了。以下婚宴，善根者，心靠意，三业之先，故坚固不可拔，为之根，是根咯。心靠意啊，三业之先。是善业都讲得真清楚啊，心三先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这是心的三先。啊，口呢有四先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口。不稽古，妄语是咧骗人，良心是挑拨是非，恶口是讲话粗鲁，真歹听。稽古是花言巧语，讲甲真好听，目的要骗人。靠，那无这四种个性，靠仙呐、啊。啊，都是言无先，一无三先，不贪不嗔不痴。哇，都等来的啊，这个贪嗔痴叫做三毒烦恼。啊，贪业根是精执。啊，嗔恚的根是傲慢，
齐野君是怀疑。怀疑的妻了，为怀疑是贤君，怀疑我读啊之一，这是咱艺术都爱修学的。这是佛法的基本课程。下面老师大师讲的，为坚固信心，心不可动，乃命根也。这个啊，十善业，十善业有根啊，非常坚固，未动摇的。啊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。伊拢会当受持，不为所动。这叫坚固信心，心不可动。也由于心灵生妙果啊，生无之先啊，故名为根。这三个善根都非常坚固，伊个心一切善，人生满善啊。像地不共款，有根啊，所以会生啊，会长，会结果啊。也有一些人生妙果，心无之先，这啊，拢是讲这善根啊，能力啊，善根真正是无量啊，无量善根啊，不离心靠意啊，三业啊。有福的人。在对着爱啊，行善啊，拿做恶。那十善的反面叫做十恶，十恶啊，绝对都是地狱。十善的决定升天，咱无求天福啊，咱求生叫做世界。下面解脱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，这是第三十二愿。那罗延伸愿，经行法师讲，心地坚固愿。金刚。凡物或者罗，凡做中国的意思叫金刚，三藏法所讲罗，金中最光，嗰个金刚，那就是讲金属内面，中国人讲五金，金文当体下，这个五类。这内底啊，最坚固，称作的是金刚啊。由大众法所四十一观内面有解释，凡物不结罗，华严金刚。诸宝出于金中，色如之英，一念不消，自见自利，可以切欲。世所稀有，故名为宝。
下面这骨壳啊，就是咱现在所讲的金刚蕉，俗称是玄蕉，耳朵最大，哎呀，稀有，所以称作宝啊。由金刚蕉金刚兔子改名，大理经书第一卷发揭露，就是金刚兔，原为印度之兵器，密宗以及标建立之地。这先把这名词弄清楚，弄明白，古印度的武器的内面的一种叫做啊，叫做金刚杵啊，叫做金刚杵。密宗用伊啊来表智慧。经过明来的地会啊，大理经书嘛有这公款啦，或者如如来金刚地印，用伊啊来比如佛的智慧究竟圆满。你念经念诵仪轨内面嘛有，手持金刚杵者，表其正地犹如金刚。啊，在佛门内面呢？金刚杵的治疗有真多种啊，像这个有用金做的，用啊黄金做的，有用银做的，有铜做的，有铁做的，啊，有用石头做的，有用水晶做的。乔托罗木，但中国无的啊，这嘛是真坚固的木材，伊耳朵真大，很真大咯。啊，无量政治不同，啊，伫佛教的内面咧啊，都把拢嘛是用来表法，代表智慧。下面讲了，地穴之土，地穴啊，就是中国人咧讲的啊，玉皇大帝。那佛门内面个称作地穴天，是都离天主啊，都离天的天王，也一。有土，有这个武器，金刚所成，由这次金刚兔子历史称为这金刚，我们敢称为金刚啊。金刚者，这是种历史修持金刚兔因伊的名，伊手提的武器。啊，是因此的名，咱个称作护法神。啊，那如言，这拢嘛是梵语，翻译做性力，性是属性，力呢
是有力，身体健康啊，强健啊，乐言啊，亦为胜利，亦坚牢，有四义。第一个，梵天王之异名；第二个，鸠罗摩什大师讲的天力书，嘛是这个天的合法性。弥那罗言，端正明见呀！你看伊这个四字的这个形容，端正相貌生得真好，明见啊，身体非常的健康，有力啦。第三个《大力经疏》来对。弥留天有众多别名，即是那罗延天别名是护化身。这是色界天的内面上界观的，那护化身在那里度化色界天灵。由密宗记来对讲，那罗延天三面青黄色，正手持轮，身骑罗罗鸟，坐轿飘空行，伊伫啊空中飞行，这嘛是一个金刚神啦。第四个《涅槃经》所来对所讲，那罗延殊梵金刚乃十九即金刚之一，金刚神在《涅槃经》的内面共有十九位，这是啊金刚神。为《摩经》上也有讲，那罗延菩萨古住经家，多位众生身心相依，心有可乐，心必有喜，心有有喜，心有顺益啊！啊，欢喜的时阵，对身体健康是有益处；忧虑的时阵，对身体健康都有伤害。发求闻，如来心力无边，犹如心力。这两句话重要啊！那心力无边啊，犹如心力。心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确实功大无边际啊！心的能力跟心力同款啊，马路西，这真侪人唔知呀。啊，密接历史经来对讲。如来之心，经高所体，犹如金刚，天然坚强，不可破坏呀。佛的心，身体坚固强壮，是咱无办法想象的，嘛无办法啦形容伊。下面讲咯，愿各种众生三业庄严。
你过如金刚啊，你强如那罗延，同古殊胜神业，这几句话重要啊！为什么你真正会记得咯？真正明白咯？你就会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啊！咱的这地身体啊，太脆弱咯。风吹啊，雨压，你就会感冒，就会伤风。啊，小小的挫折呢，身体就袂当忍受。那到去了世界这啊，拢嘛无咯。那身体。健康、强壮，真像金刚力士同款。每一种生的人都嘛是安尼。啊，极乐世界无听讲有破病的人，啊，极乐世界人无迄落伊做未成功的事业。寿命长啊，无量寿啊！啊，体质甲咱是无同款，咱是肉体啊，是物质啊。有了世界人，唔是肉体。啊，咱这身体，住伫这世界，种种物质，今日你咱所受用，拢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是生灭法啦，是假也毋是真呢。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啊，真清楚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。那咱细心观察这个世间，多一法不是生灭法呢？这无的啊。啊，念头不是物质，虽然伊不是物质，伊是生灭法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前念跟后念不是一念，啊，今仔日有真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啊，咱相信科学不断的发展，二三十年以后，这个宇宙的秘密可能被突破了。啊，你爱三世上第一个，境界上被突破了，境界上都是物质现象。现在第二个叫转向，转向就是念头啊。念头到底是什么呢？无人讲会清楚。不过佛经上有，念头对倒位来，对是业上来。啊，业上对倒位来，对一念不觉。啊，境界上被突破了，下面一个是转向。啊，境界是对于都未来呢，
对念头生的啊，所以这话从心上生啊。六道轮回对心上生，十法界对心上生，六道轮回唔知咱这个世界做无世界，十方诸佛刹土真正最的世界拢有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啊，性是真的发性啊，发性记忆啊，发性是真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咱得到的身体是啊，发性心啊，不是发性。啊，经常所描绘的金刚不坏心是啊，发性心啊，不是发相。那发相时间够较长，也是会歹，也是消失。伊唔是无量寿，伊是无量的。啊，这下真正创清楚，真正创明白，啊，咱选择这是正确的啊，咱选择真的，未选择假。啊，真的都爱提起啊，爱抓条的，也假都爱放下，难藏在心内。这就对了，啊，所以阿弥陀佛以发愿，各种呢都是叫做世界，往生到叫做世界的人，三业庄严，这个三业是心口意。啊，完全是修行业道啊！耶路世界找无十恶啊，十恶的名都拢无咯。当然无十恶的这款代志。啊，身体坚固、强壮，甲金刚同款。力强呢，亲像那罗延，同具殊胜神业，未破病啊，无生老病死。啊，咱这世间三苦八苦，这叫做世界完全拢无。啊，这是修行好道场啊！不过正你一生成佛，为什么你唔去呢？为什么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啊？过着这么艰苦的生活，人间也更加好一点啊，三途更加艰苦了，也地界就更加免讲了。来，下面这段是念老
伊总讲诶，金伊密教，即金刚、金刚手、金刚萨埵等，乃一名之译译翻译诶，即个无共意思，拢共款。啊，林王经念上二句上关讲啦，此金刚手，即普贤菩萨呀。就是金刚兔者，表其正地，犹如金刚，令大五花弥世众故啊！下其弥世众碍，拢会破，所以啊，即会成佛。让我去过讲。咱呢，今仔日初冬下只烦恼，米西家己都唔知。只要把这初冬下只烦恼个执着放下，那这股佛号提起，唔通可以中断。啊，咱念到功夫成片，一般人。真正念佛，慢慢放下，功夫成片，大概是啊三年左右，就成功了。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会来现身，啊，第五是佛经上讲的受记，伊来跟你讲，你的寿命要有偌久？当你命中的时阵，佛来接引你啊，你就放心咯。你较叫世界都有联系咯。啊，如果用命精进呢？哎呀，不过就是三五年之间，都会念到属于心不乱，属于心不乱，人方便又有土，啊，刚性片呢？心反省动机土，那同款的功夫成片，实际上功夫也阁是有差别的，啊，所以伊有高品啊，动机土有高品，方便土嘛有高品，十宝土也是有高品。啊，咱求生，每求品味关键，心定落来，像老爷大师所讲，有人问伊啊，你老大人往生，希望往生什么款的品味？老爷大师甲人讲，我希望。下品下生，我就真满意咯。这是啊，真话是老实话。为什么呢？下品下生，嘛会做阿弥陀佛菩萨啦。那上品上生同款啦，也个是啊阿弥陀佛菩萨。换一句话讲。叫做世界，虽有品味关格无同，但是呢，思想啊是平等的。那理想有差别，思想啊是平等的。啊，这个太啊特殊了。啊，西方世界内对无呀，啊，思想完全平等。
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所造成的。十方世界无会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嘛无啊，只有一门。遇到了，一定要把握啊！无把握太可惜了。啊，偌济菩萨想要闻此法，那无缘分啊！为什么呢？闻到此法，都是这部经，必定一生成佛。也会讲道转来，也是爱呀靠智慧呀。为什么有智慧，你才会掌握会调，你才袂动摇？有智慧，你才肯放下。至少见性内面未当完全放下，也会放下一半咯。啊，念落这注解，咱搁改念落去，有圣无动尊，大威罗王秘密。所罗尼经文，此金刚手是法身大师，是故名啊普贤。金刚手菩萨是法身菩萨，啊，法身就是明心见性。大彻大悟之人，不是修行，不是观教，观教啊，无见性，啊是菩萨无见性，见性就是法身菩萨。永生是十部庄严土，那一生决定完不完成佛，其他的像老院大师讲的同基土下下品往生，安怎呢？在书上讲，依家发心菩萨平等，这叫难信之法啦。往生极乐世界地位为什么遐高呢？达到最高峰呢？啊，你小中学都无读啊，你哪会当去读博士班？这个世界就丰富这款呢，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！咱会相信未？会相信啊？凭什么？华严经上讲呀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、啊，然后凭什么？啊，咱是真不幸啊！第六道来对未幸咯，啊，现在得到佛法的启示，知影有一条路，会当互咱回归自性，啊，这就是信愿持名啊，这个法门。
啊，好好掌握着咱这一生就会成就，这一生就会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就是啊圆满成佛啦。啊，然后我来用什么款身份，千变万化，啊，应化到世间来教化一切众生，无障碍啊！啊，障碍拢嘛在缘。啊，有缘，能信，能解，能行，无障碍。啊，无缘，伊都唔相信，伊听无，伊嘛做未到，即无缘。啊，咱搁刷落来啊，看下面。即从如来的持啊金刚杵，以金刚杵五地所成，故名啊金刚手。五地后面啊会详细讲解。见金原文曰：金刚那罗延伸，若故显迹，显是明显。咱会看到的啊，会望会到的，是为天上历史。啊，罗延伸，大力坚固之心。啊，亲像咱进入新耶道场，啊，伫大门、山门。你就会看到四大金刚，中那是弥勒菩萨。这四大金刚拢是身披盔甲，手里拢嘛提着兵器啊。现在都是将军身。为命有力啦，来作为这护法神，故明显的显迹，即如过去注解，过去在啊法师注解这部经，一般的这个讲法，拢是讲天上历史。那罗延伸，大力坚固之心，坚固密意啊，坚固密宗的意思。金刚跟那罗延，本是即金刚，简称金刚。那罗延跟金刚是同一个意思。啊，论其密本，如果对于密教根本来讲，迄就是啊，金刚萨埵。金刚萨埵都是普贤菩萨，发心大事啊！由密教尊金刚为示现为命上之佛，啊，金刚称之为佛啦、啊，是以金刚那罗延伸，应该为顶当如来之金刚身，是金刚体。啊，这是用密教原本的意思来解释，这嘛是非常难信之法啦、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就甲阿弥陀佛，甲一切诸佛
叮咚啊，一体啊，平等啊，伊完全甲如来的身体，那是共款的啊。啊，金刚心，即金刚不坏之心，为佛心也。涅槃经上讲的啊，如来心者是上主心，不可坏心，金刚之心，由诸佛世尊精勤修习，何金刚心？这涅槃经上讲的啊，咱现在啊，为这身体，尤其是中年、老年。50以上中年，60以上老年，拢注重身体的保健啊，避免病苦啊。就病就烦恼啊，啊，这件代志，不管中国外国，不管什么宗教，不管是多少种族，拢重视啊，普遍重视啊。啊，我这摆出国的时间无长。所接触的人，尤其是老人，他们嘴手拢白了，走来问我：“啊，你的身体哪会保养这好？”啊，你看对身体偌重视的，我甲伊讲真话，伊唔相信啊。啊，讲真话是啥物？唔免去插伊啊，老实你念佛啦，即讲真话啊。啊，这伊听无啊，伊嘛无爱听这个啊。哇，只改讲食素，你看我素食64年咯，素食健康啊，无事吼。无牵挂，甲贪嗔痴慢，在笼中甲放下，一心念佛，这伊唔知影。我甲伊讲清净心，伊知影，保持心地清净，唔通啊被染污，唔通啊被动摇。啊，污念呢，不知不觉的增长贪心，动摇嘛是不知不觉生起嗔恚、怨恨啊，这拢是对身体有真大伤害。啊，尾后这段《新约玲珑经》顶面讲的，世尊导师金刚体，心行即灭转法轮。后面这句好啊，心是起心动念，行呢啊是分别执着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拢是灭啦。什么呢？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个心行即灭。转法轮是随类化心教化
众生啊。帮助众生，不必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这是佛事，佛所做的代志啊。佛所做的代志，无为着家己，拢是为众生。为众生啊，都是为家己。为什么？众生跟佛啊是一体啊。灵台师讲啊，真好，佛具诸性，人性万法。啊，咱这个心是伫万法之中，不伫万法以外。啊，咱是啊，灵台师所讲的啊，万法之一。啊，咱个万法拢嘛是诸性变现出来啊。诸性灵性灵现呐、啊，啊，万法呢，整个宇宙是所生所现，啊，所生所现，确确实实是一体啊。唯有一体，咱对这部经才完全啊接受，无怀疑咯。如果咱不是一体，都有怀疑。啊，经常讲的境界，啊，如来故地上的境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得到咯。啊，迄、那个得到，是阿弥陀佛的。所居住的国土叫做世界啊，完全是法性所现的，也就是《但经》顶面灵台师所讲的：何其诸性，灵性万法，叫做世界的万法里面。无的办法以外，啊，伊是安奈较好呢？诶，完全都是阿弥陀的愿力。啊，咱无这愿力啊，咱的愿力真衰啊，只顾家己啊，顾家己的家庭，家家的顾着我。居住的这个小环境，这个庄，这个镇，啊，想到这个都市，这个关系啊，真少真少了，无人想到，都这么大的心量呢。阿弥陀佛，完全用圣德，现前的极乐世界。这真的其他拢嘛是假，啊！诸佛的十宝土是真的，甲极乐世界来比，极乐世界是真中之真。圣德圆满现前。啊，咱照着阿弥陀佛的光，到极乐世界，甲咱诸行的圣德，珠珠连连嘛显示出来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弥陀诸行变现的，家己诸行变现的，是一唔是二啊。那不是咱对断疑生信，哎呀，相信这个经上每一字每一句是真实语啊，绝对无一字是妄言。
回集个真好。当你大姑还是原译本的字，无去换一字。那这个回集本，你也经未出毛病。下落用十年的功夫完成了。下面用喷锁，锁是注解啊。两盆法师，《莲花经》的注解，伊讲金刚体者，坚固固着；体者心也，佛性坚固，犹如金刚。若故比喻。密是密宗的解释，这王星者犹如世尊在金刚不坏之体，故该寿命无量，身具金刚金刚坚固之力。哇，这句话讲你总会比伊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，该做啊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菩萨啦，阿弥陀佛凡为不退转，三种不退，为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一直到成佛啦。然后给了世界的身体跟佛的身体完全同款，发性心啊，金刚不坏心啊。那我们希望说家己有一个很好的身体，健康长寿，还显老的寿就是朋友。那世人都嘛是咱的好朋友，你看海贤，你看因老母，老母86岁往生，有滴时机住在往生，讲走就走了。然后伊的师弟海庆，也有老爹黑箱。这四个人，因跟咱无同啊！那什么所在无同呢？因啊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都阿弥陀以外，什么念头都拢无。啊，咱今天的念佛，心内有阿弥陀佛，也有这个身体保健，一大堆物件咧得着。所以啊，因会去看到佛，但看未到佛。原因在这地啊，未当讲唔知呀。呀，咱来当亲像因同款，个记呀，依番的呀，拢做放下了。真正即阵阿弥陀佛，放在心内，其他个扫个清清气气。啊，因的本事，咱都是学着了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